跨年夜前夕，李小璐出轨一事曝光以后，事件一直持续热搜。最让网友细思极恐的出轨线索，要数这段了吧？出轨出得如此大胆，也是一股清流呀！大家还记得在圣诞前 PG1 送给贾乃亮的大红袍睡衣吗？贾乃亮还很开心地发过微博，并且安特了 PG1 感谢他呢。可是随着 PG1 新歌《圣诞夜》被扒，歌词疑似 diss 贾乃亮，只看到送你睡衣，不知他早是我的芭比。歌中还有更露骨的部分，网友更直呼辣眼睛。然而在圣诞节当晚，李小璐就 cos 小麋鹿，这样子看来真的也是细思极恐，这么明目张胆，看来 PG1 不简单。对于李小璐出轨事件的发酵以及更多信息的爆料，大家怎么看呢？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听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